太猛了，明明枪枪枪门思密达，敲不敲敲思密达。미니언들이상상되었습니다미니언들상상명스미다스미다猴哥你斗地主的钱买俩汉堡多好，还买汉堡呢，我都脂肪肝了。刀锋，禁夫呢？被秒了，禁夫那把。摸他一下。真牛批，搞不懂，不知道干哈呢这。还没升级呢，这刀锋。狗熊来了，撤！这把怎么出呢？这装备打刀锋的话，他还不配伍让我出死刑宣告。哎，这刀锋这英雄推线简直是 bug 级别的，我操了，他推一波线只需十秒钟都没到，五秒，这夸嚓给我线从这个地方直接推回来了，给我全推进塔了。我感觉还是得出死刑，不出死刑不行啊，这刀锋这英雄他肯定出破败，他100%出破败。呀，这针眼咋没了呢？这小鹿真是去哪哪死啊。你好像打不过这劫吧，兄弟。等一会儿他五层 buff 啊，这波不好打。不要以为双杀了就能打得过刀锋了。打不过。
克烈没死啊，死没死啊？哎呦，这波可以打了，当我们升到六就可以打了。一会儿把它放出来，把线控住，让它没有办法不跟我打，知道吧？你先打，这波兵我看着点儿。没事，我帮你把他杀了。真是闲得慌啊！我发现了，你说你上路不好好待着，你还跑过来打我们家打野来？直接回家啊！这波兵线往出推。来个耀光，他到线上应该会挺快的，我估计。猴改的有点强，不是猴强，是猴哥强。改了只会让我变得更强。打攻了，直接打来。直接打攻。拿吧，我不要了。刀锋已经不玩了，心态太差了。只能说他跟这打野配合的不是很好，你知道吧？你刀锋本来一级他就不能抓，那刀锋一级一共就一个技能，放个 E， 相当于那小鹿自己跟我打。2290，差点钱，差400块。一把12分，加的也太少了。一把12分，我天哪！你们说他到底是挂机还是不挂机？我到底去不去杀他呢？这人是不是不想挂机？我去是不是就送了，上当了就？应该是上当了，去了的话，咱别去。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一把加120，你也不敢要，我干啥不敢要啊？我要啊！我一把就到晋级赛，狗熊自己推塔呀！ 把小龙拿了吧，我们去把中路拔了。这小黄毛一个人，搞不懂为什么这么猖狂。看样子他应该是一个人。别来了，这大姐。 没事，我们继续推中，上路的线已经吃不到了啊！拜拜，走呗，杀我！ 这都行，这有什么不行的？装一手假猴，打两波，然后他觉得我是真的了，看出来我是真的，一手 W 骗了一个大，这就基本上也就是走掉了。又冷静。 狗熊可真笨呐！来，中路把小黄毛杀了。这小黄毛一共2件装备，皮啥呀？ 快走！完了，我睡着了。你们走，我死没有关系。这边一个人头换个高地，其实可以接受。虽然这是650块，谁拿走了？希望是拉克斯。小鹿，莉莉亚。 这波我死了，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给机会，有一点点。这狗熊一打二能打。
干嘛呢？这虽然这个刀锋挂了一会儿机，但是咱这人头比也不至于你们这么嚣张吧？这有点嚣张的，有点过劲了啊！笨蛋，小笨蛋。小龙，把下路拆了，然后拿小龙。操！真是操了！这你们不把这拉克斯杀了？我觉得我们家的阵容确实是不太行，他们这个护甲有点高，我们是全 AD 的，一会儿小黄毛出个冰拳就不是那么很好打了。不过你这穴位是有点狼啊，我这一看呢。把下路拆了。哎，我真没想到啊，我操了，我们家十五分钟把对面高地破了，能这么难打，我天哪。可真是挺恶心呢。这波能打，他的莉莉亚没有大，拉克斯也没有大，这波应该挺好打。这是我们找的很好的一波机会。好机会。劫没有大，没事。哎呦，可以，狗熊，给我追！拆中。
两条小龙没了，等第三条小龙，哎，把小龙打了。往后拖，我估计我们家不太好打。把节奏打紧凑一点，嗯。来来来来来，我到了。射，漂亮。哎，这拉克斯是交闪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不追了，没事。小龙，这拉克斯怎么一下瞬移了呢？锤石点灯了。没有锤石啊！在这等他们指定的支援，在这等啊！打小龙推什么钟啊？小龙，去把蟹打了，这波。这个小鹿怎么老他妈能遇着他呢？这人，哎，这个人我操了，他为什么啥也不怕呀？这完事龙还没拿到。我不能自己走了，我发现每次我自己走，我都能碰上这个人。他好不怕死哦，他们家少个人他都敢这么玩，真他妈不怕死，我操了。下波他要为他的不怕死而付出代价。我打大龙来。不是我浪啊，这种就纯是傻逼，你知道吧？怎么可能你们家少人他还敢往出来跑呢？你说他为啥敢跑？他就是傻逼，他不傻逼他能敢跑？你想一想。他成功用他的傻逼击败了我。给我干他来。把龙打了，来打龙，好肉啊！哎，有大可以上，冲刺！一波是不是有点费劲了？这能一波吗？不能一波，拉倒吧，走吧。这是哪一波呢？快走！我往上点儿，省他又过来找我来了。我整个小苗饼。你瞅着呗，哎。就老自己搁这排自己，来，包他们！我操你个妈了，怎么这么嚣张呢？这有什么好嚣张的呢？就搞不明白了，你给我把大放了，叮，
几个人呢？你们怎么出来打好使呗？先开打，我得撤了，兄弟。剩个雅典娜，能走吗？他这500多移动速度啊！拆了3次高地，每人150。啊，高地一回50，一共150。小龙，小龙，我估计应该能赶到，没事儿。6-0打到7-6，我也没办法呀。那我们家阵容不行啊，他们家护甲这么高。哎呦，小龙，哎，不是这还打吗？这是。自己单上600，哎呀，这小黄毛poke的有点猛。小龙要3-5，哎呀，我操！怎么就每一回这？都可以龙就没了呢，就啊，上回小黄毛大招抢了，这回杰的W那一Q给抢了。我要个春哥，现在直接推基地肯定不现实，我们得用他们家中路的兵线来拖住他们，然后呢去搞一手大龙。来来来来，这人回回的啊，两个人跑去抓人去，回回的，每回都这么玩。小龙来，有没有人救一下？不行，打不了，他们家小黄毛没死。哎呦我操，还行，他把那打野换了。狗熊没伤害呀，狗熊，狗熊只是跑得快。你看这阵容打不动人，没有 AP 伤害，也就只能那露露打。他上来我们都杀不了他。
有点 AP 就好打了，没有 AP，打也是个艾克啥的，就比较好打了。一会儿不杀他打野了，一会儿杀他们家 AD 去啊。上路兵线呐，先别上，回家，他们要打大龙。克林有大，没事儿。我上了啊！一波，这波把小黄毛杀了，前几波都没杀他，你知道吧？一直搁那打伤害。这把阵容太差了，阵容要好一点早就完事儿了。